我就这样开开直播，一个月不止6K 呀、啊。我还自由自在啊，没人管我。你6K 都出不起，那，你们现在说一下，一个司机一个月多少？直播间有没有当司机的？就是帮别人开车的有没有？你们一个月是多少？我还只要6K 呢啊！你看到没有？人家一个月12000呢，啊，汽油大概一个月一个到 W 呢啊，车夫一个月6K，我觉得太少见了。对呀，啊，我又不是不认识司机啊，帮别人专门开车的啊。6K 是最低了啊。6K 现在能干啥呀？啊，平均现在1200元子，啊，车夫都5000以下，欢迎画儿哥，5000以下，那你去吧啊，你去跟那个大哥去开车啊。我去不了啊！我这么大个网红主播给你开车啊，我6K都出不起。轿车又不是货车，那轿车也要时间嘛啊！谢谢小黄，谢谢小黄的小心心啊，谢谢啊，谢谢你支持啊。你是大网红，318的流量王，你说是不是大网红？你开玩笑呢？把碗洗一下，哥哥们，完了点点赞，哥哥们才4000多赞，哥哥们点点赞啊，太难了。1.3万，你朋友随便打一把 PK 都是10000票，牛逼啊！我随便打一把 PK 都10000票啊！哈哈，这个不破，我直播好玩儿啊！这不正原则无所谓啊。粉丝1万多人，1万多人站在一起，什么概念？乌泱泱的一片，是不是？服了！一人喊一个乌拉多啊，震耳欲聋啊，波尼多震碎啊！你开玩笑呢，真的是。没有在温泉那里呢，老铁啊。你那里应该快百十公里了啊！你说你还是喜欢孤单，其实你怕被我看穿。
把碗洗一下，老铁们。1.3万的大网红啊 ，PK 破不了板啊，牛逼 glass 啊，舍我其谁？现在粉丝以每天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增长啊，你开玩笑呢啊？我上200，上什么200？200还得揍啊！上什么200嘛？开车啊，业余的时间啊，开开播啊，他6K 都出不起，我开个毛线啊，给他开车。6K 都出不起，还要我给他开车，搞笑。收拾收拾，准备出发了。啊！你也是穷屌丝。这么大了，找个厂上班，老衲也有饭吃啊！谢谢啊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啊！现在就回家啊，打螺丝去。现在就回家打螺丝去。哎，这个汽油是不是那个呀？是不是透哥呀？
吹一吹吧，把它吹冷，兄弟们啊。